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！听不消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R1SE Ride。腾讯视频深井烧鹅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。没有醉，只有对，就都从来不醉。目前是乘风破浪，原因是在台上做自己。这个作品我们本身自己在音乐厅里演的很久，所以是很喜欢的作品。能够在台上去演乘风破浪，对我们来说都是莫大的开心跟荣幸。彩虹合唱团。这里，然后火箭的那个也挺炸的，他们一出来就炸，怪美的也挺炸的，怪美的怪美的都有，每个团都有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火箭少女的眉飞色舞，就是从舞台的布置，包括他们的服装和他们的表演，满足了我所有想象的一个女团的样子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Rise 的那个妆化，因为它里面每一个部分都给到我很惊艳，特别是最后他们一起耍那个双节棍的时候，是真的很帅很帅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 48 的花园舞曲，有一个男艺在里面，所以说我平时也就不太知道有这种这么好看的这个舞台的形式，然后这次有被惊艳到。来张导，是我啊，我就让这个盘尼西林和这个彩虹室内合唱团这个配合一下。为什么张导？然后要交换就是乐器，盘尼西林的人只能唱合唱，合唱团的人只能打架子鼓。挺想看盘尼西林跟 SNH48 合作的，我觉得绝对会挺好玩。我喜欢看他们手足无措，我是说盘尼西林们手足无措的样子。光说的，我觉得就是乘风破浪的。都有了，对。既然有了这个节目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乘风破浪的老板们，老板们上来跳一段。要太难了。老板们很厉害的。生生不息也行啊，这个。村口迎佛吧，被盘尼西林。是温州话，想给他们出点难题。是一首非常热闹的、很诡异的、很爆炸的作品。已经醒过来了。我想跟姚晨搞一个特技，搞一个特技，肌肉组合，猛男组合，猛男舞。